好了啊，计分的啊，不能开摆啊。真的、啊，角色江西，完了，我很正常吧？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你没有啊？对啊。那要不你打一把哈雷特怎么说？我打哈雷特吗 ？OK。也不是不行啊， okay, 也行。有一个人用哈雷特，也行，一个人用哈雷特。他没车，直接用哈雷特，直接把哈雷特打了。这张图哈雷特其实也能拉点分，也能拉点分，能拉点分。OK， 来。开始，我直接给人家整不会了。第二把上来一个哈雷特，对面是这个是没车，就顺带了，顺带了，顺带了啊，顺带了。上一个哈雷特没关系的，我还有哈雷特呢，我还要什么景？哎，第二把。没用了。完了。
可惜啊，可惜，没事。Okay, 那这样的话还差一分，还差一分。我们是二十嘛，41，他们。打流伤蓄水，那我拿哈雷特，没有龙枪了我。哦，你开乐清吧，要不？不不不，乐什么清？乐清卡地形 bug 的，你懂个屁！那他用啥？你就用龙车呗。没龙车了啊？第一把十一人开了。哦，他没龙车了是吧？那你就随便开一个吧，随便开一个，我去前面搅一搅。啊，没办法，刚刚角色江西他没车啊，就只得直接上了。随便开是白兰营吗？算了，我随便开。玄月呢？玄月也行。人机踢了，人机踢了。那你不是大大大哥？哎哎哎，你开的什么车？对，不是让我随便开吗？你开那个，开玄月，开玄月。OK， 好了。OK， go go go。吓死人了！什么神圣天子咒都这也太随便了，太随便了一个，太随便人了。别动别动，一般，差你几秒进了，也还行，也还行，差你几秒进。等他说，那等下看一下就知道，等下看一下就知道，等下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这把应该拉不远了，应该拉不远。你别急啊，我是41，你先算我们的，我是11，他是5嘛，5就是5，那我们是16，你先把我们的加了。57，我们也是57。OK， 打平了，没算错吧？没算错。这样吧，以后就我算我们的，你算他们的就行了。OK， 一个一个算。我已经换了三个号，没事。怎么不空港？空港先不急，空港没车啊。空港末影青龙，
哦，空坦应该也是上位也行，但是我觉得我血晶比空坦要稳啊，血晶我他妈那么稳。多十分，残影几秒进，可惜了，这把没拿到第一啊！这把起步不错了，我操，有点尴尬。我以为那都是往右边走的，一弹出去掉下去了。嗯，那现在还是哪个机甲？我看一下。哎，是不是该上龙金湖了呀？你落后三分了，是不是该上龙金湖了？龙金湖可以，龙金湖嘛，龙金湖我知道你很稳的，龙金湖我们两个都很稳，没有理由不上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是不是没有理由不上龙金湖啊？没有理由不上龙金湖，兄弟们，必须得上。我们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同车图啊，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同车图。爬升是九分啊，你是不是拿音响在放的音乐？可惜了我的三三啊，我操！这把也没拉开，这把拉的不是特别多，主要还是在前面的两个师傅有点伤。这把应该没拉开多少，三四三五，他降叫了，然后沈没跳，那两分嘛，
两个是七七加九十五，九十，这个十九是吧？那十九是，五十六打平，哦，那应该是泡面粉是吧？算对了吗，兵们？这把不是两分吗？两分吗？我们是二十一就没错的。对啊，两分。我们二十一没错的，然后他们是十九啊。刚刚不是落后三分吗？不，刚刚少算一分。九十七是吧？啊？我刚刚落后三分的吗？对。我真是受爆了呀，翻个号轮得上，直接上金麦郎，下次直接上金麦郎，金麦郎无机四可现在。96，96，96，96，96，翻一个号一个手感。所以到底是96还是六十七？96，96。我感觉他们算的也不对，他们算的应该也不对，因为算两个对。哎，下次就这样吧，下次是这样吧，听我的，我算文编，你算他们的就行了。我算文编的，你算他们编的就 OK， 免得等下乱掉了。老是算一起的不好。就最好的就是把他们，就是他们进秒的时候把自己的分数打出来是最好的，反正两。现在车全部都是一样的，
我挡到了，挡到了，挡到了！妈的，还好。我撞敲了，我在后面。我操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。这把应该就输个三分两分这个样子，还有机会追。查是挺有进分。那打这种计分的一把战术很伤啊，很伤。对，比较容易有影响，因为它是累计计分嘛。来来 ，baby， 33.59。没有额外的。五分，那就是16嘛，16。对，对面是多少？对面是20，我已经算出来。20，120。我们是120吧？然后对面的 A 分可以，我已经打进去了这个。6分两把，还有机会，两把追六分还有机会。查你想打啥毒啊？你来一张。想一下，我们还有想一下，奥利娜是不是还有？有。奥利娜有啊。奥利娜还有，然后那个序列也还有。嗯。要不打特洛伊？来特洛伊。要不打特洛伊？现在已经。OK， 特洛伊。这不打特洛伊打什么？这必须打特洛伊的。现在六分嘛，对不对？特洛伊万一有人没延上，对不对？就一拉就是大分差。别急，先拉个最好拉个两分这张图，然后再打蓝图。对，不用急的。特洛伊也不追分是吧？特洛伊主要是四不追分。万一没连上的时候我咋办？哎，你不要这么想，知道吧？哦，我错了。知道吧？你得想你能拿第一。对。特洛伊拿多少分？我觉得能拿的，我真觉得能拿的，跑个29。我真的觉得这图参数，这图有人会15的，你相信？哎，我们不打架，我们就直接打九把，直接打九局的，直接打九局，要不然直接结束了呀。我们直接打九局的。别急，看一下怎么弄。这不拉了分了吗？这不拉分？谁说拉不了的？这一打一下。这至少能拉个三分啊，肯定不止啊，不止。我们应该现在只差两三分了。差是九分还是十分差？啊，别急，30.45。差是十分。我们是21，直接打出来，28+21。149。然后对面是。对面是31.88，那就是他是。一个是九分，对，一个九分，九分是省是九分，他们是16，16是五分啊，150，那不只差一分啊？哎，冰魄美洲，只差一分啊，冰魄美洲，打美洲，可以，打冰魄美洲，我练度高，这不是刚好刚好测试一下，看看在天狼星底下冰魄到底有没有占的优势，好像可以，因为他们天狼星实战也可以08，知道吧？但是拿没事，带这个稳一点，
怎么说啊？哦，我怕我水冷开高又撞错。那你就开低一点啊，我开60啊。莲花开了100，他们肯定天狼星的，他们肯定天狼星的，他们不打冰魄的。来看一下，现在到底这张图冰魄厉害还是天狼星厉害啊？来，冰魄。要来了，被制裁了，还是第一个EQ。对，就我感觉以后冰魄打天狼星了，第一个EQ直接放。那冰魄也可以放。冰魄直接放，然后在那个近道闸口放，是不是有这个说法？要不然被EQ两个人钻上来，是不是有点恶心？嗯。现在打什么图啊？现在不打了，二 v 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抢七了，你先上，我先上。我打谁啊？应该对，应该打两个天狼星，他们早点开 E， 我们要早点开 E 的，因为我不开 E 在后面被卡的太被动了。